川火锅的子母锅，外面是葱油锅或者是麻辣锅，然后里面呢是菌汤锅或者是滋补锅。我们的牛油锅有红油锅和麻辣锅，它可以选三分油、五分油、七分油，这样子可以满足不同的顾客的不同需求。一般客人来这里呢，吃四川火锅都会点川味酥肉，还有牛百叶，然后还有鲜毛肚。我们这里环境呢，就是跟外面的火锅很不一样，我们是加了动漫主题的，像是一进门啊，你就能看到就是一柜子动漫手办，墙纸呢也是就是我们原创的动漫人物。然后我们这里呢不只能吃火锅，我们还有就是动漫主题的房间，现在我们搞的是 Pokemon 的主题，杯子啊包括纸巾啊都是 Pokemon 的。我们还有桌游的房间，可以进去玩各种的桌游，